我们是怎么来的？你别这样，天宇！你要来吗？别这样！别这么激动行吗？我打电话给你的，对不对？你跟我怎么说的？我会给你解释的，好吗？你别这么激动，好吗？你理智一点行不行？好，王硕够爷们儿。 啊，分，啊，来介绍一下自己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叫王硕，今年25岁，来自广州。我说一切皆有可能吧？你的梦想超乎我想象。<笑>来来来来来，我们了解一下王硕，你什么时候对小丹有感觉，或者你对他有没有感觉，喜不喜欢？说呀。 不喜欢是吧？你不喜欢小丹是吧？你不喜欢小丹，你照顾他干什么？王硕，你不喜欢我，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是我自己乱想，是我自己自作多情吗？你来到这里，你告诉我你不喜欢我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？我不想，我就要这样。你怎么就一直这样？你们俩别吵了。你说呀，王硕，王硕。不要吵了。 我照顾他，其实刚开始是陈宇给我打电话的，说帮我照，让我帮我照顾他。你这兄弟对他女朋友到底好不好？其实我刚开始感觉他们俩挺好的，在一起的时候。但包括这次回来，其实我来主要目的也是希望他们俩能够和平分手。你也希望他们和平分手？我希望他们和平，是因为我当初帮着陈宇来去追回小丹。但是我没想到今天发生到这个地方。 你怎么说的？你现在要我们和平分手？你觉得小丹是还喜欢你吗，陈宇？啊？我当初以为你回来，你追回小丹，然后小丹还喜欢着你，那现在呢？现在是他一个人在闹脾气，你们俩不希望你也跟着上来。你们俩个人在一起说我去哪儿了？我们俩还有联系过吗，陈宇？我只希望我们三个关系能好一些，像原先一样，好吗？我把你当兄弟才这么做的，行吗？ 王硕，你自己考虑考虑。王硕，你把我当兄弟，我也真的把你当兄弟，我才打电话给你，告诉你不要来。<笑>这个事情很容易解决的，我们解决了，下期再说好不好？解决了吗？现在，王硕，那你来了，问题就出现了。你能不能不要说了？王硕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 现在不想问别的，我不想说别的，我就问你几个问题。知道今天来干什么吗？其实我今天是不打算来的，主要是，但是，小丹也给我发信息，他告诉我我不来我会后悔，所以有一个秘密他也告诉我，我不知道他没跟我说是什么，我就想听听，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秘密能让我兄弟抛弃这么多年的感情跟你。 跟你半年的感情相换，王硕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王硕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你们去年一起做的那个项目，你得到的消息是亏了钱是吗？不信你自己问他，和我不可理喻。这个问题跟这有关系吗？到底亏没亏？你心里清楚。他明显在挑拨我们。我没有。 你不要，我只是想让王硕他明白他怎样的一个兄弟。你别说话，听我解释。你先告诉我，小丹说是什么事儿？这个钱，项目的事儿是吗？我自己都不知道亏了赚了。他说刚才说是，他怎么会知道赚了亏呢？我现在是不是回来钱了？没回来钱，就回来一次。回来多少第一次？30万。 你给我多少？你给我10万块，陈宇啊！你就这么把我当兄弟的吗？这10万块钱我只是暂时打给你。你不知道我钱从哪来的吗？10万就是我借来的，我仅攒这点钱我都投给你，我相信你，陈宇。你就这么对我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没有想坑你的钱。行啊，能明白吗？ 我没有想坑你。那你现在做的是什么？不是坑吗？啊？好，我跟你讲，
钱我是打给你10万，是我的错，你没有错啊。我怎么错了？你知道我打钱给你的前一秒，老王在我办公室怎么讲？我听说你兄弟王叔啊，最近天天到小丹家里给人家煮东西吃，两人走得挺近的，小区阿姨都看着你们两个成双入对的走。 你让我怎么想？你相信老王，你都不相信我是吗？我承认我被什么照顾小丹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承认我当时是错了，但是我后一秒就马上想。我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我是你，你会去照顾他吗？我心里真的很难受，我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但是我后一秒就后悔了，你听得明白吗？后悔你有这么有理是吧？王叔。 真的，我刚刚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做，你就是在打我的脸。没有，我不是，我并不是真的想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，我只是想，你才不是挑拨吗？我只是不想我们三个现在关系变成这样，变成怎么样？就想把这一切解释清楚。别吵了，行吗？你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够混乱。 现在又扯上了经济，你是来告白，是说情感的问题，你跟我扯上经济的事儿干什么？吴老师，我真的很气王叔。现在我不管你气不气，你现在就说情感的事儿，钱的事儿台下算，这是完美告白的舞台，不是经济论坛，好不好？